一般的情况下最后一边一般的情况下是短一公分有加上，如果角度不对的话，如果角度不对的话进行那个修正角。再一个就是如果这个地方有开口的话，就要对调制板进行调整，调下调制板，这样啊，对，这样均匀的调一下，再试一试这个轮有没有松的，一松，这样均匀调一下，还有外面的，还有外面的。这个检查的过程中，关键看有没有轮松了，没扣到钢印上，把它紧上。这两个轮是调左右的。这两个主要调上下，这三个吧分开调。